美国鸭子你来可以，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？你来给我区别对待。他非要叫我们上这个船，上这个船，然后问我要高的价钱。我现在讲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是中国人不错，不要让他认为中国人好欺负。我们现在是在埃及的斐兰神庙哈，我们就是说坐这个船，欧美国家的人来可以，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？你来给我区别对待。然后呢，他非要叫我们上这个船，然后问我要高的价钱。他现在就不想承认这个问题，我们是中国人不错，不要让他认为中国人好欺负。经过我们强烈的要求和沟通，我们顺利登船。我们是中国人不错，不要让他认为中国人好欺负。欧美国家的人来可以，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？我看到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演员叫做 Rachel Zegler， 就是那个马上要演白雪公主但是皮肤黝黑的拉丁裔女生。然后我就很有礼貌的上前去说 Hi Rachel, 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? 她就说 Sorry, we're having a break， 就非常非常嫌弃的眼神看了我一眼。扭头这黑雪公主就疯狂的跟别人 social， 跟那些什么媒体大佬那些老头子挨得可亲密了，可开心的合照，感情是看不上跟我合照，看不上，咱不配。Chose to bully me. I'm not overusing this word. Intimidating a person who's in vulnerable situation, that's definition bully. 今天呢，我受邀请去了好莱坞大片《沙赞》的洛杉矶首映礼。到了这个剧院的大厅里面，我看到了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演员叫做 Rachel Zegler， 就是那个马上要演白雪公主但是皮肤黝黑的拉丁裔女生。然后我就很有礼貌的上前去说 Hi Rachel, 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? 她就说 Sorry, we're having a break. 就非常非常嫌弃的眼神看了我一眼。走了以后呢，我就离远远的，我想偷偷拍一下嘛，拍个视频什么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她看到了，她就扭头这样给她的助理说两句话，她助理就过来气冲冲的出来说。I told you to stop. 然后我就说 I'm just doing this for my vlog, for my TikTok. 他就说 I told you to stop right now, sir. 然后我的火一下就上来了，我就说 This is a public place. I have all the rights to take any videos, any photos of anyone that I want. 然后他很凶很表的说 If you keep doing this, I'm gonna call security. 给吓到了，我就说行行行，不拍了。一扭头，这个黑雪公主就疯狂的跟别人 social， 跟那些什么媒体大佬、那些老头子挨得可亲密了，可开心的合照，感情是看不上跟我合照，看不上，咱不配。